大家好，我们是达内达内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新北投，然后我们特别来这边，对，然后我们要来破的任务是梦想大成功，对，希望我们待会都可以鼓起勇气，然后说出自己的梦想，我有点忙啊，手都在抖，我们要在新北投图书馆，我们要在中间那个就有一个小圆环那边，哎，空间。说我们的梦想，对，好，希望我们可以成功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城市浪人，我们有个任务，要在人群前面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。我是吴少维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稳定的上班族，在闲暇的时候可以回馈社会。我是李昂杰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位小说家，并且写出许多激励人心的故事。我是唐德英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位运动专栏作家，写出更多运动员的精彩故事。谢谢大家聆听我们的梦想，请大家给我们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德英。然后我们刚刚结束了那个梦想大成功这个关卡，然后我觉得你要讲一句话，你要在众人面前讲一句话就已经很难了，何况是你的梦想。那讲给大家，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困难的任务，因为以前都没有尝试过，而且我本身就是不太讲话的那种，个性比较害羞。这次这个任务就是让我有勇气，就是勇敢讲一次，在众人面前讲一次自己的梦想。大家好，我是梁杰。刚刚去闯过的任务是梦想大成功，我们选择地点是北投公园，然后在那里我们是请一位路人帮我们拍摄影片，然后我们轮流上去大声的对着大家说，我觉得在做这件任务的时候是需要蛮大的勇气，所以就是能够成功还蛮厉害的、啊，我觉得。然后后来我们是在那附近还有捷运站，就是询问路人看有没有人跟我们的梦想一样。因为那时候是下班时间，所以就是吴少维他比较快问到跟他梦想相关的，对啊，我跟唐人就比较难问到，可能因为我们的梦想就是比较少人在从事那些职业嘛，所以就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少维。在新北投所破的任务叫做梦想大成功，然后站在台上，但勇敢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，我觉得是件很勇敢的事情。虽然我本身不是一个很容易害羞或是内向的人，可是，在面对人群，还有说出自己梦想这方面的，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害怕吧。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所做的行为，以前也没有尝试过，所以我觉得很勇敢。然后我觉得
要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就是勇敢，所以我们今天很有勇气的去踏出这一步。我希望在未来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用勇敢用毅力去面对它。然后因为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位公务员，然后我刚刚在捷运站的时候也遇到一位就是是公务员，然后下班，然后他也跟我们分享说，要成为一位公务员很简单，就是必须要具备一些良好的电脑能力、文书处理能力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有负责任的心。